Yo, what's up,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我是小明。没有人问你哦，啊，没有人问你，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了，我们直接讲我们今天玩什么。来，我们今天玩什么 ？RS。哦，他问我哎，没有人问你哎。OK， 现在你们知道去到妈妈档啊，或者是什么啊，年轻人最常玩的，目前只有两种游戏，第一种是，然后第二种就是假龟。快点，不要讲多，我们直接来啊！闷鸟，直接 three two one， let's go。惩罚你讲。Yeah， 回来，又有东西。OK， 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呢，叫 Rules for Survivor， 它也是吃鸡游戏来的。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有玩过的啦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规矩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们三个人玩，我们一起进去玩。所以先第一个死的，他就要接受惩罚。受惩罚是什么呢？我们就等一下再来想一下哦。Let's go， 四人排名赛，白银啊，像我啊。所以现在的玩法是不可以先死啊。对。不用紧，我就先死给你。我们三个人呢，还有一个队友不算哦。嗯，不算。我们切换视角，这是第一人称模式，第一人称视角。欠我钱，其实要还啊！飞哪里？飞哪里？飞哪里 ？Jump！ 不得得逞。哇！杀人鸟哦！哇！我们的队友也、欸、要不要我们拿炸弹去干掉？有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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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傻逼！我看到了。看到吗？那里。没有了啦，早就没晒啊！我神枪手哎、啊，我继续浪了吗？你浪啊？我浪，你浪得起吗？我浪得起，我去找人来晒。喂，有人了，哪里 ？Yes， 他倒了，倒了，倒过来跳舞了，哈哈哈哈，哎，哈哈 ，OK 啦，哈哈哈，哇 ，M 一四，他很蠢，我要 M 一四，哇，多装备哦。我们换车，我们换面包车。哎，有车来了。换什么车？哎、欸，摩托，谁放下了摩托车？有车在那边，有车在那边。有看到人了。来，哪里有人？哇啦，你就好了，一直找到人杀。你跑那么远做么？跟队友喂。喂。我28力了。很难死哦，这样。走，你自己看剩，等下我们用车看剩几个人？哇，剩25人啊，吃鸡呀！我偷我们四个，还剩21个，没有人杀我们，这场游戏就不能结束了。还剩21个人罢了，扣四个，剩17个，扣我们四个一 team 的还有17个，我这样子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补给箱在那里，我们可以下车拿一下，看有没有很好的装备。哦，有吗？新增。哇，高级喂！谁拿我的高级头盔？不是我拿，我一早就有了。喂，看到了没有？哪里？哇，哪里？我看到了，有人没？哦，我看到了。他够无助过吗？主要是我现在没有步枪子弹。喂，我是那边有哦，那边有，不给凶。哇 shit! Yes! Yes! 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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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你浪啊！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第二场，因为我刚才那一场第一个死了嘛，然后我已经是要中惩罚了。我们现在看第二场是谁输，刚才是有点失误罢了 ，OK？ 失误啊！哎呦喂，阿准备攻呀喂！跳，飞起去喽！我跟你讲，这一场我讲都要等你们死先。一开始就拿到高级头盔啊！我看我会不会杀人的。哇，他远到我没有背镜，真的是射不到他哎。喂，我射倒他了。我射倒他了。哎，他队友出来了。
光明凶了。OK， 那慢慢聊，我们可以退了，因为我们身负一定。啊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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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Round Three。你要做？你拿棒子丢我？没有，哪里有？没有啊，你想太多了，真的。拿风比较安全。是哦，我就是这样觉得。我先拿先喽。你放在那里。真的很恶心。有空瓶没有？有有有，少了一点点。喂！喂哟！好了，我们。废话就不需要讲那么多了，我们直接进入惩罚环节。哈哈哈哈！来旺，你决定要讲惩罚，因为你是赢家。会破的。你来啊！啊，一起一起。啊！给镜头。散场了。你让我拍 story。你这个样子很奇葩呀、啊！我都问醉了，来啊！边打边拉。哇，那个头发直接破！来，再到你了！啊哈啊哈！我现在绝对可以很开心的惩罚人了的，整个。不要怕，我有卸妆。你不要抓这，我的颈是很痒的。来，还有这个。这个加下去才是满分。来，终点来啊！终点 ，three, two, one。OK， 现在还好了，现在还好了。你去前面看，你去前面看。还好啊，一二三。你手不要这样，不要讲，你不要动手，不要动。第一点，手不要动，手不要动。手不要动！让我看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又说今天的刺激机呢，就到这边结束啦。说今天的赢家应该算是他吧。嗯。如果你们对这个游戏有兴趣呢，你们可以去你们的 Play Store 或者是 iOS App Store 那边，你们去 search Roots of Survivor， 然后你就可以下载来玩。然后，对，看你可以坚持几天，坚持，超好玩。对，我们每天都会玩的。So,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